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，我是秦林谦。首先新闻开始，先来关注的是昨天五一三全台大停电，原本台电是把问题推给了高压电所的汇流排故障导致，可是事隔不到一天，酿祸原因大逆转。经济部下午在开记者会说，是因为台电人员操作不慎，人为疏失。新达电厂跳机后窜出大量水蒸气，五一三全台大停电，台电把问题推给汇流排故障，事隔18小时大逆转，变成人为疏失，误操作了编号3541的隔离开关，那造成了这个输电设备汇流排产生接地故障。罪魁祸首是台电人员，为了进行线路容量扩充检查，要在未通电状况下测试编号3542的隔离开关，却不慎操作到与电网连接的3541开关，34万5000伏特超高压电瞬间接地，系统电压骤降，汇流排进而跳脱，导致新达电厂跳机。我们的系统设计是 OK 的，但是人为的疏失造成了这次的意外。我们会在以后整个标准作业程序、防呆装置、挂牌警示、教育训练等各方面来加强。明明是人为酿祸，为何经济部第一时间不坦承？是不是人为疏失这个比较确定是今天早上确定的哈？那其实是中午的，快接近中午的时间了哈。记者会上，媒体也是不断逼问，王美花才松口得知人为疏失的时间点，等于是隔了快一天才给出真正答案，被质疑动作慢半拍。另外，尽管台电强调不是缺电，备转容量率也有10%，但又说太阳能、水力受限状况多，供电不足，也被提出检讨。太阳下山以后的傍晚时刻的备转情形等等，现在的水情比较不好的时候，这个水力的备转的这个部分可能要更保守的计算方法。至于后续就责，台电董事长杨伟甫自请处分，而事件完整报告最快16号前出来，相关惩处也会一并出炉。 TVBS 新闻傅定华、张兆华、吴淑瑞 SM 角组台报道。大停电当下，铁卷门打不开，电风扇动不了，民众惨叫连连。啊，无电拢啊，无冷气啦，30多度温度啦，啊是要热死哦。海鲜呐、跟鱼啊，都快撑不住了。海产店担心活跳跳的高价鱼虾死了，拼命拿水盆抢救。大热天里生意特别好的冰店，叉冰机动不了，面对大排长龙的客人，也只能退钱。单子还蛮多的啊，直接就整个退款给他们，退了2000多块。五一三大停电，居民店家全受影响，超过400万户。台电决定以电费打折的方式来赔偿用户损失。工商业用户五月份基本费打95折，大约有6300户。一般用户五六月一起的账单直接打95折，总共415万户。初步计算，赔偿费高达4.7亿。的工商业用户呢是6300户，那至于我们一般的住家用户呢是415万户。好，那这次的扣减电费大概是4.7亿。4年前的815大停电，592万用户受影响。当时不论是工商业还是一般的用户，都减免一日基本电费。这一次受灾户比较少，但采基本电费打95折的方式，反而增加1.1亿赔偿金。这边有停留2-3次啊，购物者、一次上面的将近占了100多个人。时间呢，刚好是我们在要准备晚餐的时间，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。停电大不便，民众抱怨连连，想知道能否拿到赔偿，拿出账单来看，轮流停电组上面写着 D 或者是 C 组，五六月的基本电费应该可以减免5%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继续赶快来关注，就是今天单日新增的本土个案又创新高，多达29例，包含了狮子会又多了5例，整体群聚已经25人确诊了。而万华茶艺馆的也更加复杂，一天就多了16例跟茶艺馆或者是周边地区有关的。不过重点是还有7例找不到感染源。新增29例的本土 COVID-19。
再破纪录，单日本土一口气多了29例，像是狮子会又增加5例。回头来看，短短4天，每日都增加，已经累积了25人确诊，更扩及了成员的接触者，也就是到了第二圈。再来是万华群聚更加复杂，单日多达16例的相关个案，不止多家茶艺馆员工确诊，按1217基隆妇人也是有相关性，整体感染达到了23人。至于宜兰游艺场又再加1人确诊，累积9人染疫，但还有7例查不出相关性。有鸡巴火哈，烧得非常的旺。好，我一说这几个看起来就是万华这个地区里面它的一个接触，哦，就太频繁哈。那可能大家对这个，那前那个地方都大家就会在那个场合戴口罩，又自我保护非常的低。而新增的29例本土中有3例重症，其中还有2例插管治疗。除此之外，现阶段要做的还有把确诊者隔离开来。万华设了4个筛检点，但不止万华群聚，这把火烧不停，社区多点爆发。张尚淳分析原因，他们彼此都是相关的哈，我们相信大概都会是英国变种病毒株所造成。在体内的繁殖复制会比较的大量，那所以体内的病毒量就高，容易造成传播。来势汹汹的变种病毒传得快，繁殖的量又大，不排除这些群聚个案都是染上同个英国变异株。从华航机师到诺富特，现在又扩及到3起群聚，还有多达7例找不到源头，让全台疫情陷入危机。 TVB 新闻于吴奇连至周深 SNG 小组特别报道。今天有7例呢，是被标注上查无流病相关性。那么这跟感染源不明是一样的意思吗？其实今天指挥中心记者会呢，有记者就提出疑问。不过指挥中心说呢，上查无相关的关联性是指这些病例说自己没有出门，没有接触者，所以还需要配合警政单位调查清楚。但总之，目前没有要升级警戒。一天新增29个确诊病例，其中关联性发现了3个家庭。第一个家庭按126670多岁的女性和126770多岁的男性是夫妻档。第二个家庭按127530多岁的女性是妈妈，127610多岁的女童是女儿。13号确诊的1257是爸爸，一家三口确诊。第三个家庭128930多岁的女性是女儿，她的爸爸是13号确诊的，按1229。依据防疫分级，单周3件以上社区群聚或一天确诊10名以上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升到3级。14号的确诊名单除了发现3个家庭感染，还有7名上查无流病相关性。防疫会升级吗？指挥中心目前哈并没有准备要升级到3级警戒。夫妻那一般来讲，我们都是这个像情况下，我们一向都把它定义做家庭的一个亲密接触者。好，那其中几个大家看到说没有流病的相关性的，好，其实有几位哈医调都有一些持续的一些高度的怀疑了哈，那所以大部分这个都是有时候说，好，就是这2天这3天全部都没有出门，全部都没有碰到人的，好，那一些我们都需要在哈在整个在警政协勤上面哈做一些努力，才能够把这个医调清楚。指挥中心强调，疫调需要2-3天的时间调查足迹，尚无流病相关性，并非查无感染源。目前防疫第2级还不会升级。TBS 新闻综合报道。北市和平医院有2名确诊者，其中一个人去过万华梧州街的茶艺馆，另外一个呢是在茶室工作的女性。两人都是早在5月4号就发病，期间就医都没有被揪出来，直到昨晚才确诊，而这中间已经隔了快10天，就怕病毒早已经带进医院。那含5月3日晚间公布的2例，包括1272及1273。州指挥中心将前一天晚上宣布的2名和平医院确诊患者列入案号，分别是案1272跟案1273。2名住院病人都在一般病房待了5天后才确诊。为了避免院内感染，和平医院 B6、B7 病栋不出不进 ，A6 病栋只出不进，急诊全关闭。相关的一些接触。好像在宜兰的也有，万华的这也有嘛，哈，这2个部分都有。
其中按127269岁男性4号出现咳嗽腹泻，到和平医院就医，原本收治隔离病房，9号转到一般病房，13号确诊，曾到过万华梧州街的茶艺馆。按127369岁妇人则在万华德义春茶室工作，同样4号发烧，先去诊所就医打针吃药，9号到和平医院看诊，诊断是泌尿科感染，直到12号医生发现不对劲，裁剪后送进负压隔离病房，也在13号确诊，不过两人确诊时间已经距离发病日相隔快10天。这两位病患都是在急诊啊，那么因为这个类似稍微有发烧，那么甚至腹泻啊这些症状，当然事后回想起来，大家这个就应该高度警觉。风险区域现在当然就是急诊跟 B6 B7 这两个病房单位。那刚才讲前面讲的第一轮的筛检哦，到昨天晚上总共筛检了57位，那全部都是阴性的。就怕早已将病毒带进医院，第一圈筛检完，接下来第二圈会再安排 B6 B7 未密切接触的其他医护人员、工作人员以及同病房病人，预计周五筛检完毕。急诊时间如果有重叠，也会继续追踪病人和陪病家属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一对男女来到急诊室，却被警卫挡在门外，要他们看看大门公告，急诊大楼环境清消中。和平医院出现确诊个案，现在部分楼层只出不进，而急诊室也关上大门暂停营业，为的就是要全面消毒。急诊室不能看病，门诊只接受预约患者。来到医院大门，病患家属进进出出，各个口罩戴紧紧。我每天都在做复健，我会害怕啊，不然被感染啊。尽量自己勤洗手做避免，要不然无可奈何。啊，又没有疫苗让我打，我也没办法、啊。和平医院这回新增确诊案例，院方紧急应变，仅开放有预约打疫苗的民众到门诊大楼二楼儿科注射室施打，而采检区也安排在不同大楼。至于室内病房 ，B 栋急诊大楼六楼与七楼，13号开始不进不出，就算病患觉得有危险，也不能在尚未采检确认之前提早出院。A 栋六楼病房目前则是只出不进，门诊不开放现场挂号。我原本就刚好也是安排今天出院。一定多少会担心吧，因为我们毕竟还在里面啊，还是自己还是要多小心一点啊，当然还是要自己保护一下自己啊。住院的病患目前只出不进，出院者也必须经过检验，持续观察14天。和平医院虽然没有封院危险，但为了别让病毒扩散，院方呼吁民众除了特殊状况全面禁止探病，如果真的要看医生，务必提早预约。 TVB 新闻吴俊贤、李杰台北采访报道。眼见台北市万华这边的疫情急速升温，可是偏偏万华地区人流又比较复杂。台北市长柯文哲针对了50000名没有身份证的外劳提出了特赦令，详细做法交给记者韦佳琪。本土案例激增，今天台湾一口气新增了29例的确诊案件，其中2例还出现在和平医院，大家现在都很紧张，而院区也大规模的做消毒，有人就担心会不会重演之前 SARS 封院的事件再次上演呢？而现在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拍板了，是绝对不会封院的。但是带你来看到的是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强调了，今天找来卫福部长陈时中一起在台北市政府开会，两个人认为这次的疫情传播力量是一个很大的隐忧，因此中央跟台北市政府要来携手联手抗疫，而且呢目标精准疫调社区来做抗疫，其中呢他们就是希望遏制社区风险，希望减少重症的病患。那么现在也要来设快筛区了，在5月18号开始要来开设。这一次呢爆发疫情的万华区首当其冲，所以和平院区、中心院区、西园医院跟剥皮寮都是现在快筛的重点区域，而接下来他们会在周五下午4点开始执行，早上8点到晚上的12点。不过剥皮寮这个地方因为人流比较复杂一点，再加上有很多的外劳都会在这边，但是这些外劳可能没有身份证，就不敢去做筛检。别担心，现在台北市长柯文哲要帮他们想办法。他说有50000名没有身份证的外劳，他会提供特赦令，就算你来采检呢，也不会把你抓起来送回国，要确保他们愿意来做采检，因为原因很简单，他们现在不希望有任何的防疫破口。我们再次感谢中央的指挥中心莅临到台北市，周集遵守不握手原则。万华群聚事件扩大，台北市和平医院爆发两确诊，防疫中心指挥官首度移师台北市政府开会。柯文哲、陈时中一前一后下楼，看得出来脸色很凝重。据了解，陈时中会议上没有多发言，但气氛还算不错。记者会上，中央更搬出指挥中心的规格，大阵仗一字排开。相对的复杂，
大家知道在区域性的复杂，那加上医院又有地缘的关系，那处理上是非常的困难。坦言疫情严峻，那和平医院有没有可能重现18年前 SARS 封院？目前来讲，和平没有封院的问题了。那现在中央跟地方大家努力，让它风险归零。封院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14世纪黑死病，那个时代的荒淮的，把它围起来全部烧掉了。不过那个。现在科技不会了。那什么程度可能封院？陈时中没有多做说明，毕竟现在更重要的是赶紧堵住防疫破口。指挥中心并没有宣布这个确诊的病患是在和平医院，柯市长他也在脸书上面写到和平医院。对中央来讲，这些资讯如果公开了之后，对你们的疫调是会有帮助的，还是说只是引起民众恐慌？卫生总不能跟大家骗大家嘛。你如果没有问，他就没有讲了。帮台北市还家递出橄榄枝，毕竟柯市长日前才炮轰陈时中防疫政策有问题，如今陈时中先释出善意，难道是希望柯市长下次开炮的火力可以小一点吗？ TVBS 新闻吴坤彦、刘立成、李作恒、韦佳琪台北采访报道。还有另外一间医院，三军总医院松山分院下午突然公告全院要进行消毒，门诊必须暂停。而疫情指挥中心也证实医院内有一名医护人员遭到感染，不过这不算是今天的确诊案例，指挥中心说明天疫调更清楚再公布。民众想进三总松山分院，但和戴面罩、穿隔离衣的工作人员交谈后就转身离开。很多人都是到了现场才知道，医院下午突然宣布全院消毒，门诊暂停。我是停车嘛，突然看到奇怪，怎么都没有人。照理说门诊应该下午都有啊，然后所以现在是都不能进去。对啊对啊，只有看到前面几个在那边挡着，不知道干嘛，觉得怪怪的，有点毛毛的。就在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三总松山分院门诊可能要关2星期后，疫情指挥中心也证实医院有人确诊。三总的松山分院的门诊有位医护人员，他遭这个感染，详细的状况也还在疫调当中，我们明天才会公布。疫情升温的敏感时机点，各大医院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难免让人忧心。因应疫情扩散，亚东医院公告将征收7B 和 8B 作为专责隔离病房，并规划扩大急诊户外诊疗区。公告同时写到5月14号开始，亚东医院启动降载服务，5月16号前住院只出不入，住院病床仅保留给必要之急重症，常规手术全面暂缓。不少医院也警觉到这个疫情后续发展不知道会如何，所以就自动也会有这样的所谓降载的一个运作模式。目前有多少医院，哪些医院像亚东医院一样启动专责病房，指挥中心没有公布，只表示现在第二级警戒，全台要准备1000张基本负压隔离病房，一旦升到第三级，全台6大区的应变医院加上20几家指定医院将准备3000张床位，收治裁剪疑似确诊或确诊新冠患者。目前也有消息指出，指挥中心计划将启动北北基移投专案，统筹规划这些地区医院可支援抗疫的医疗量能。 TVBS 新闻蔡明轩、李敏珍台北采访报道。今夜最新，驻英代表处目前已经有10人确诊，今天再有1人搭机返台就医，详细信息我们交给记者李杰。医疗专机进入停机坪，从印度接回驻英代表处的染疫人员回台治疗。这班医疗后送专机周五上午从印度德里起飞，傍晚5点多抵达桃园机场，机上的病患由救护车直接再送到医院。外交部表示，这个月10号接获驻英代表处有2名新增确诊人数，在当地有安排看诊，不过其中一位确诊人员因为病情恶化，经过评估申请医疗专机回台，而先前8号回台的确诊人员经过治疗之后恢复状况良好。根据统计，截至这个月10号，我国驻英代表处总共有10个人确诊。外交部表示，如果因为疫情需要回到台湾治疗，外交部将会持续的申请使用保险公司的后送机制，只有轻症才会留在印度，但会安排视讯方式提供医疗咨询与诊断。主播。彰化县开全台第一枪，从今天开始禁止县内所有夜市摆摊，直到6月8号，影响多达50几处。另外，公庙也禁止跨县市进香绕境。这里是彰化的金城夜市呢，礼拜五其实是有摆夜市的，不过今天彰化县府临时宣布呢，县内呢要禁止摆设夜市，不过很多摊贩呢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已经把工作车呢开到夜市来了。现在撤摊哦。对对对。
原本今天要摆摊的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今天本来要摆摊。才刚来夜市就要收摊，把烧麦摊子、锅具、瓦斯再搬回火车上。星期五是夜市大日子，却一毛也赚不到。大家也是要做好防护措施，不然也是没办法，真的是要找适当的自己适合的工作再下去做。不开玩笑，真的要暂时转行，因为5月14号起到6月8号，将近一个月无法摆摊，没收入怎么活？不过民众倒是都能接受，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脱下口罩那种。就风险要扩大，人流量很大，就是来来回回的，然后你也不知道，就是也没有实名制嘛，所以我觉得说是要管制。也有摊贩说宣布的太临时了，都要进行哦，爱人通知者，他们抓款落呀哦。营业额的话，因为有7-8万跑不掉。彰化县开下全台第一枪，禁止所有夜市摆设，影响范围有50几处，甚至进一步连县内公庙也要禁止跨县市进香绕境活动。全程佩戴口罩。因为冠军帽爆红的彰化埔盐顺泽宫也接到消息，连带也取消发放冠军帽的服务。今麦有几团有咱家讲，今麦有3-4团，就是全部都取消了。彰化县府突然升级的防疫措施，甚至比指挥中心规定的还严格，下令全县禁止摆设夜市，也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有地方政府这样做。它可能造成潜在的风险，那大家可以到夜市去看看嘛。夜市有可能做到总量管制、人流管制、戴口罩、社交距离吗？实务上要做到很困难。不管指挥中心彰化县自我提升防疫规格，强化人流管制，不管是有预感还是预防胜于治疗，能确定的是，连日双位数成长的本土案例，让各县市政府的神经越来越紧绷。TVBS 陈志忠、黄国军、罗欣彰化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